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聚焦，我是主持人诗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国内的著名教育专家王雅琪女士。王雅琪你好。你好，大家好。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张图片。图片的主角呢叫杨淑平，来自中国云南昆明。那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是在美国的马里兰大学，他正在作为一个留学生代表做这个毕业演讲。是的，他的演讲内容呢引起了轩然大波。演讲呢大概分为两个点，第一个他说中国的污染环境严重，而美国空气都是甜的。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说到了在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在美国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自由和民主。从杨淑平的这段演讲当中，我们可以不难发现他的这段演讲内容呢是对美国充满了迎合和讨好，而对自己的祖国呢是一味的贬低。所以王老师，我们不妨来就是讨论一下留学生这个群体，是不是说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像杨淑平这样崇洋媚外呢？我们不能这么客观的去分析这个问题。他这样做呢确实是违背了客观事实。那么有很大一部分这个留学生呢并不是像他一样这么偏激。比如说像之前哈佛大学的何江生物系的博士，他呢就也是代表了毕业生演讲，在这个毕业典礼上进行了演讲。他呢就是主要表达了对中国的骄傲和自豪，和杨淑平女士呢完全相反，就是形成了一个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是呢来看啊，这两者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现象，他们两个属于两个极端。对，属于很极端的一个现象。主要的一大部分这个留学生呢还是说处于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地位的，中间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状况就属于一个不好不坏。对，不好不坏的这样。那对于这样一个相当大的中间力量，中间的这个留学生群体的话，那他们出国留学的目的和初衷又在哪里呢？王老师。首先啊，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一个思想，就是盲目从众的这样一个心理。从众心理啊。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是被父母逼去这样出国的，就父母觉得他们出国好，觉得出国以后会对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和他们觉得别人的孩子出国，那么我的孩子也要出国，对，有这样一个心理。学生呢就是听家长的话比较乖，哎，父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对吧？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孩子自己想出去，觉得出去以后特别的自由，没有什么人管，特别的无忧无虑这样的，所以他们选择了出国。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这个就是自身的价值比较重要，就自己出去，就俗话说的好嘛，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对，所以这个您觉得还是看个人啊。那对于我们这个留学生群体呢，他们这出国我们也看到了啊，有杨淑平这样的，也有何江这样的，然后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学是属于这个中间不好不坏。对，那我们就不妨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出国留学大家到底是出去镀金了还是度假了呢？这个镀金还是度假，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那么如果是想要去学习去求学，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的话，那么就是镀金。我觉得要是说你是抵制不住这个就是度假。对对，就是度假，反之就是度假。所以说这个留学是镀金还是度假，我们重点还是要看个人的这个能力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这个场外连线。首先第一位呢是陈路岩同学，他现在正在意大利的米兰留学。好，我们连线陈路岩。好，陈路岩你好。主持人你好。
我们了解到了您现在正在是意大利的米兰留学，那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意大利留学呢？因为我对时尚和服装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当初选择出国留学的时候，让我最先考虑的城市就是意大利米兰。所以您学的是这个服装设计专业啊？对。我们知道米兰是我们知道米兰是这个时尚之都啊。那您现在在意大利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您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您觉得？最开始出国留学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和饮食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在国外学习的一些时尚方面的知识，如果带到国内会不会被大家所认可？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能把中西方相结合的文化带回国内，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在外留学生所有人的心愿。那我们陈璐妍同学也是表达了说希望可以以后呢能够就是将中西方文化的这个交融做出一些贡献。好的，谢谢陈璐妍同学。好，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连线到海外归国留学人士江斌女士。江女士你好。你好。我们知道您是毕业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那么请问您现在正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现在在国内的一家投行任职。所以你说您现在这个工作呢是金融相关的工作。对。好，那您觉得就是麻省理工的这段留学经历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特别是在工作方面？其实出国留学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非常的有帮助。大家都知道就是金融学这个专业它对学历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你想毕业回国以后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或者说任职于国内比较知名的银行，学历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敲门砖。其实也包括我身边的同事，他们大部分都是毕业于全球顶尖的学校。是，所以说您觉得呢，因为您是麻省理工毕业，并且您毕业回国之后呢是从事的金融相关的工作，所以说如果说您选择了金融方面的工作，国外留学的经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和有帮助的。好的，谢谢江女士哈。好，通过刚刚两位的采访呢，我们也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留学呢它能只是作为一个发展的平台，你的一个人想要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呢，环境是次要因素，您个人的这个长期积累和沉淀才是最重要的。是的，价值追求呢不应该只是一纸文凭，是一个圈子，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思维习惯。所以说呢到底该不该留学还是要看我们个人的这个经验积累以及个人的价值取向。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的热点聚焦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